看这地动消息，今日透早6:27，南台湾发生规模4.9的地动，地动源头在高雄的南麻社，啊，上大啊，感觉的程度4级是伫嘉义大埔。高雄的桃园加这台南的南势，因为这啊将近的满水为十分水库，而且坝体都伫这南势，有那引起安全的关心。水利署强调，一切拢正常。轰的一声，甲当地困的民众惊醒。一号透早6:27，发生一起规模4.9的地震，震央是伫高雄的纳马社，但是临近纳马社的台南南势区，震度毛7.4级，民众嘛吓一个。是在室外是没有感觉，可是回到家里就是那个衣柜会有往外面大概震出来1公分这样子。啊，都在厝顶啊，甩一下嘞，安落介大啊，啊，涂骹底都油啊。接近满水位的闸门水库、坝体所在的台南南势区，以及上游的嘉义大埔，拢测到4级的震度，水库的安全引发关注。对此，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是表示，坝体地震已回报的震度是3级，对水库并无影响，请民众免烦恼。我们测到的那个震度大概只有3级，那3级对我们的大坝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我们水库管理人员还是会有一个目视检查的。根据中央气象局的地震报告，今仔透早6:27的地震深度12.3公里，嘉义县、台南市、高雄市上大的震度4级。不过持续的时间是真短，是拢无造成重大影响。记者郑宏达报道。